我看得出来，你已经没有力气了。你还剩最后一杯酒，但我想，你应该不会再喝了。我不会再喝了吗？我虽然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酒，但我知道，再喝一杯，你必死无疑。可是我不喝，我又怎能活得下去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 你们死了人，也废了人，技不如人。我们身为杀手，杀不了人反而被杀了，也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。你们暗河说话还真是冷酷啊！可你们暗河算什么东西？ 能与我雪月成谈条件，我就算不用暗器。 我也可以使出这一招，翻、书、飞、火。啊！ 心如水，静无畏着无。